这个高思涵应该是板上钉钉了。你想说什么呀？继续。首先，他不舒服，我们也没必要硬等吧。再说他这个嘴不至于跑。开心吧，好玩吧，你他妈要坐牢了，你知道吗？给你好日子你不过，非他妈瞎折腾。你以为你妈不知道啊？全家人陪你玩，还他妈搭上别人一条命，你自生自灭去吧。喂，张丽人，我老高啊，有个事儿吗？啊！你干嘛呀？高一鸣，快来！我去开车，你来。为什么？伤害任何人，至少包括我家庭以外的人。没有吗？主观上我绝对没有。至于其他的后果吗？那本不该发生。你不必以此为耻，我们只是各取所需。你救了你的家人，这是高尚的行为。我希望你能放开一点。你可以在道德上谴责我，但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。你就一点不在意你女儿的感受吗？你试想一下，自己的父亲包养了小三儿，是自己的同学。换位思考，如果换成你，你能接受吗？他不够成熟，
换作是我，我最后会接受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他不该管我这么多。我只是单纯的满足了我自己的欲望，并且在物质上，我也没有亏待过他们，包括那个王小芒。所以你一点都不认为自己错了？错与不错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上传到网上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爸他们两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？快四个月前，他们应该刚在一起不久。怎么发现的？有一次我和同学在国贸吃冰，我看见王小萌从他车里下来，后来我就跟踪我爸，再到跟踪王小萌。发现后有跟你爸谈吗？那你传网上的视频是怎么来的？在我爸手机里。那你告诉徐承泽的原因是什么？我想通过他的压力让王小萌离开我爸，没想到只有短短的十来天，他们又……想继续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想继续了。过来坐。给你的礼物。试试看。试试看。
我对你还不够宽容吗？你知道这种事开始了就没有回头路，你以为你还能好好的谈恋爱吗？他迟早会发现你的过往。然后鄙视你，唾弃你，谩骂你，最后会扔掉你，就像废弃的塑料袋一样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在你的美貌和肉体还值钱的时候，别犯傻。应该知道什么是最优的选择。我不逼你，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，你好好想想。这半个月我不会再找你。但是不到半个月，王小萌就主动找到了我。为什么？和我预估的一样，被她男朋友发现了，然后就把她抛弃了吗？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早就不能生育了。不信，你们验 DNA 吧。他就请假回家了。外面好吃吗？还行。马警官，马警官，能不能找您谈一谈呢？其实是学校要开除王小萌的，王小萌溺死之后，学校害怕因此影响名誉，加上这段时间学校正在考核，学校就封锁消息，不让我们透露。我们老师讲了，甚至都会被开除。但是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，如果我不讲出来，我都对不起我这个姓啊。王小萌那天在办公室求主任，我看到了，他真的不想被家人发现，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？找我没用的。
这都上面下达的通知。主任，主任，您别开除我行吗？我真的没办法，我再也不会了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找我没用的，别烦我了，行不行？找你家的，过来。主任，不能让他们知道。主任，我求您了，不能让他们知道。这是干什么？起来！什么年代了还来这套？快起来！求求你，我知道错，你让我留下吧。求你了，你让我留下吧，你让我留下吧。你不起是吧？好，我走，你就在这跪着吧。哎。宋凯，宋凯，宋凯，只要你不开除我，你做什么都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只要你不开除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没救了你！你的思想都腐坏了，还读书？读什么读？你这是在给学校抹黑，脏我们学校名声，学校容不下你，气自己好自为之吧。看起来学校是在按规则办事，学生嫖娼换卖淫肯定是违反校规的，但是不搞清楚学生的情况，就因为应付检查而贸然的开除学生，我认为这就是在毁掉孩子的一生。只怪我人微言轻，没能阻止，才发生这样的悲剧。希望你为这孩子讨回个公道啊！我走了。徐承泽的 DNA 结果要明天才能出来了，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请假，他一定有问题。他跑不了。王小萌是什么样的人？他看着不好接近，和我们玩不到一块儿，真的不太熟。班上人太多了，之前还送过我们每个人糖果。那你们没吃吗？有人看到他那个视频了，觉得有点脏，然后就放回桌子上。不是我们不想跟他玩，是我们根本玩不到一起。报告出来了，可以排除是死后入睡。这个事儿跟我们学校真没什么关系。其实是学校要开除王小萌的。我认为徐承泽是有问题。你们还想让我怎么配合？王小萌是你杀的。我觉得羞耻，没出息。当我知道他被别人包养了之后，你是不是强奸了王小萌？我为什么要强奸？没撒谎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？没骗你。两份 DNA 位点全部一样，可以确定亲子关系。儿子回来了，你可真会卡点儿，菜马上就好，赶紧去洗洗手啊，准备吃饭了。
你打电话回来说身体不舒服，你这是哪不舒服了？没，就是想你。净给妈贫嘴。来，来，赶紧吃饭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怎么了？妈，我犯错了。儿子，你犯什么错了？儿子。你犯什么错了？